Hello， 大家好，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江西吉安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吉安大桥上。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全景展示吉安市的城市建设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座城市城建在江西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吉安市位于江西省中部，赣江中游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拥有便利的交通网络。吉安市是一座山水人文之城，前面就是千里赣江啊！看一下赣江两岸，吉安市的城市建设非常的大气啊！对面那座桥就是井冈山大桥啊！吉安市也是一座幸福宜居之城，吉安市四季分明，气候宜人，城市绿化走在江西省的前列。吉安大桥上车水马龙啊，也见证了吉安这座城市的活力。前面是位于赣江的江心岛白鹭洲，上面有著名的江南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鹭洲书院。穿过吉安大桥就是吉安市的市中心了，我们到吉安市的市中心去走一走。那边一排都是江景房啊，目前吉安市的房价均价是7000多一平方。吉安市的生态环境确实是一流的，天空蓝天白云呢，居住环境比很多大城市都要好。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一下吉安大桥和赣江两岸的城市建设。吉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，吉安这个城市人杰地灵，人才辈出啊！历史上欧阳修、杨万里、文天祥等文学大家都是出自于吉安。看一下吉安市的天空啊，红霞满天呢、不得不说吉安市的空气质量远远比一些一线城市还要好。吉安市的商业氛围还是挺浓厚的，近些年来吉安的经济发展迅速，经济增长力甚至超过了省会南昌。吉安的妹子也长得很秀气啊。前面是吉安市的文山步行街，这也是吉安美女最多的地方。对面是阳明商城，吉安的电动车还是蛮多的，吉安的电动车大军。吉安城市车水马龙啊，生活气息还是挺浓的。吉安这座城市的晚霞真心是美啊。前面这条大道是井冈山大道，是吉安城市的主干道，也是交通最繁忙的一条大道。吉安这座城市还是挺时尚的，跟一线城市接轨啊。前面是天虹购物中心，
一线城市有的，吉安都有。这里是吉安市的人民广场，前面是新世界广场，双子塔呀。这个天桥上人很多。入夜的吉安更加的美啊。吉安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，著名的武功山风景区、井冈山风景区吸引着八方来客。吉安市拥有着较好的产业基础，电子信息、生物医药等产业快速发展，为吉安市的经济注入了活力。吉安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啊。吉安市的水质特别好，像吉安市的蔬菜都是绿色食品，比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的蔬菜要好吃。感受一下吉安这座城市浓浓的商业氛围。